勇于探索，乐于帮助。翅膀飞向天空，我们是最棒的恐龙探险队，高高高高大一诺探险队快出动，高高高高探险队，我们是最棒的团队，高高高高棒棒龙恐龙探险队，耶！这附近就是感知到波动的地方，没看到动物呢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海啸要来临的征兆呀！海啸，那可就糟了，我们得赶紧离开。哇哦，有好多漂亮的贝壳！提莫，德洛，那个贝壳，知道了。给你贝壳。那个彩虹贝壳也拜托你了，提莫。好。小莫妮，威奇，居然在这里见到你。海啸马上就要来了，我们得快点离开。还是这么爱操心呀？真是那样，我们去深一点的地方就好了。不行。如果是大海啸，深海里也不安全的。大海啸吗？那我们就再潜深一点。威奇，我们一起去深海里看看吧，快来。小莫妮，危险，那有漩涡。什么？小心，霸王龙爪牙。思东，我们赶紧去找小梦妮和威奇吧。好，一起去吧。威奇，威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小梦妮，威奇，那这个是？你俩是双胞胎吗？不是啦，这只恐龙是欧罗巴龙。啊，原来是恐龙啊！它们虽然和万龙是亲戚，但在这个小岛上住的久了，个子也变小了。个子小也帅气，这地方和恐龙感觉都和我很配呢。这里离基地好远啊。他们长得好特别啊，你好呀。小心，原始鳄鱼可是肉食性动物。小狼，快躲开。我们得在其他鳄鱼来之前赶紧离开。这种东西一条就已经够了。我们快走。
有人在这里乱涂乱画。这些应该都是欧罗巴龙的脚印，他们可能为了躲原始鳄鱼都迁移了。去了，去看看吧。很累吧？靠在我身上吧。我也来帮忙。你们都平安无事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更大的海啸就要来了。海平面已经变低了，海啸快要来了，我们得赶紧离开，待在这里会很危险，得赶紧走啊，快。越来越近了呀，再这样下去我们要来不及转移了，怎么办呢？等等，果然还是要我亲自出马，嘿嘿。小木你怎么了？好可怕。等等，看好啦，
别对待啊。哼，别蹭得太用力了。